我们普通介绍，我们竹北分局长吴分局长也来到现场。好，我们的吴分局长跟大家分分手，也很感谢我们警察团队。好，我们林主持人哦，那我们主办单位，我们何市长判例啊，现场所有的里长，所有社区理事长，还有我们竹北分局吴分局长啊，我们彭总干事哈、哦，我们一位彭总干事，所有我。彭总干事了哈，我们所有最敬爱所有的乡亲长辈，所有的好朋友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，好。今天是啊，我们106年度啊，新月沙滩贪玩新月最重要的活动之一。那今天是青春之夜，那刚刚我们主持人也讲了哈。今年是第9年了哦，那每一年的举办都在我们的暑假的这个期间，所以呢，这个是属于啊我们年轻朋友，我们所有的这个家庭的日子。那最主要，我们反毒，我们反飙车，我们希望大家有一个在暑假一个很好的这个环境。一个很好的度假的地方，尤其最美丽的海岸线，在我们这个新月沙滩。相信呢，在这个暑假的期间，各位啊一定是常常啊晚上来这边吹个凉风啊，玩个这个沙滩的游戏。我想这个是我们何市长啊以及所带领的团队呢共同的努力。也希望带给大家有一个很好的暑假的这个假期。那我跟我们代表会，我们钟国璋代表，以及我们曾君清代表，我们徐玉伦的代表，希望给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假期。那今天、明天都希望所有的人啊，所有的好朋友们一定要来支持今天的青春之夜，明天的。回味之夜，回味无穷哦！希望这个何市长跟我们的团队能够带给大家非常愉快的一个假期，在这边祝福大家身体健康，家庭幸福美满，有一个愉快的夜晚。谢谢各位，谢谢我们竹北市民代表会的主席林启贤林主席。